好强！我要是把那哥活下来了，我要先把楼下那些牛全部清掉。没砍，烧一烧。你可以把红豆关进去再烧一次吗？我上次没看到。我的发卡又偷了。哎，你在哦？你在哦？想陷害我？这是个好主意。哎，你在哦？真是的。好，我被砸到。我想说，我进来，我都不要开麦克风，我就看你会讲出什么令人意料之外的爆点。哈你竟然在哦！居然在哦！啊，牛排我们很够。我也很久没开日服了，我最近都没什么时间打。我是今天因为想要试新功能，我就开看看有没有办法分享画面，我就顺便打一下。我好想打。我现在主要还是玩日服多了，台服也很久没开了。台服刚开服的那一个礼拜有开，然后后面就都没开了。后面就我就是还是主要都是打日服。不过我主力还是放在邦多利那边，我 Project Sega 也是没有打那么多，只打喜欢的歌。对，其实没有，就没有全打。老 V 家的歌曲。而且。哦，熟悉。啊，蛋糕。看我身上的东西，请教。泥土收起来。啊，石砖是可以拿去卖的东西。好像。洛林的底力可以达到多少普啊？Master 我不行啊。我也文采。可是 Master 的上下限也很大。哦，安。我们药水是还没有升级过，对不对？我是忘记药水是药水是要用什么东西升级了？应该也是原子原子吧。无止境的刷原子，有可能是原子，有可能是像烈焰感知的东西，我没有太大记忆并没有深刻到，没有刻入我的 DNA 里面。要记的事情太多了，那是记要记的名音太多了，那要记的东西太多，还是记仇吧，记仇就好。啊，死掉了。你知道刚一瞬间，我以为你发出来的声音是 us 死掉了 ，us 死掉了，别死掉了会发出 us 的声音啊！没有，照那个字照分开，然后就那样子是那样的声音，丢了。再加把劲，大概这一次再加上下一次的时候，大概大地复制就可以顺畅的完结了。可是我有点担心，来了养老团的吗？对，然后我有点担心的是，我不确定那个大地复苏，如果是下一次结束的话，有没有办法撑两个小时？我没有太多记忆点是关于最，我知道最终已经打 BOSS， 可是我不晓得最后那一区有没有办法打到两个小时左右。那我们可以试图拖到两个小时。我们就看着红豆在旁边一直死掉，我旁边一直看着。我们就下锅煮红豆，下锅煮我。因为你是食物啊，大家都在玩食物。我现在就站在那个牛这边，然后让它无限的繁殖。你要记得把那个清掉，你要不然的话、那個，知道啊，定期要清掉，不然等下四五七就直接炸掉。我刚已经清过一次了。想到看到他们走路开始卡了之后，就代表差不多了。啊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玩一场就好，这一场就好，才能玩一场就好，通常就会一直打下去。没有，要不然就是我只要赢一场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发现一直输，那就很惨。这一场就好，
我只要赢一场就好，然后等一下就明天早上。听上去很像在打LOL的时候，那就很惨，一直输。刷手胜，刷手胜，然后手胜永远刷不到。对，这就是重点了。哦、你有人笑到快疯掉了。哎、欸、，YB， 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要买 SHF 的话，你觉得我应该买哪一款的比较好？你觉得我应该买十网吗？还是我应该买零一会比较好？看你喜欢哪一个啦。我觉得零一比较好看。因为有彩透的，我在想要不要买彩透的。因为相比十网而言，我比较喜欢零一的造型。嗯，我个人啊，因为我觉得十网其实没有到多好看。十网是我觉得十网难得的是它初始形态反而是相对能看的。它整个系列里面，反正基础形态比较。我唯一就以十网这个角色而言的话，就它的形态而言，我唯一能接受的只有冯母而已。啊、也是齁，就连十网的基础我都没有特别爱，就我只有喜欢冯母、啊。对了，然后 Gaze 的 Gaze， 如果你要买 Gaze 的话，我是会比较推荐你买 Gaze， 因为 Gaze 的不管是复活者还是那个都比较好看。原生，我觉得他的原生甚至比十网好看。是说那个他的 SHF 的通常定价平均价格是多少？我希望你不要搞定价吗？平均定价，因为它的上下限很高哎、欸，尤其是后面炒起来之后，那个上下限我说的是一般的，因为我看到现在有些甚至只有走到一千五以下就可以找到了。那你说有现在有变这么低吗？有更低的，甚至只有到800。因为后面哎、欸，之前出的如果比较大量有人买，然后后面抛出来，它就会比较便宜。像尤其是没有那个，对，没有人气的角色，他的那个后面抛出来的价钱就会比较低。像剑王啊，Decade 的这种人气比较高的，后面出来哦，很可怕。可是我们最近看到那个那一系，可能现在不是真骨雕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便宜。HF 的话。1000多吧，1200到1500，算是合理的价钱。哦，对，我记得我，对啊，应该是1200到1500是合理的价钱。啊，1000以下就是没有什么人气的角色，或者是，市场上过量。像是你知道我现在最近常看到的情，就是那个 Dead Hit， 对 ，Dead Hit 超多。超多，就是大概就是800-900块，还有就是10万。就一开始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立伟那一只粉红色那只初始也单卖也大概是1000以下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为了让你凑对，所以才那样做的。可能吧，可是因为他是两只啊，他礼拜十他也是两个额。对啊，可你考虑到武器的话，你当然会想要把两只都获得了。对啊，啊，如果你不是要考虑那个东西，那其实我还不如买零一算了。对啊，像之前的那个什么，像这次礼拜十的那个 Demons， 他的那个就很可怕，他长超高的。毕竟是蜘蛛腰带，毕竟是那个嘛，地狱来的使者嘛。对啊。地狱的使者 Spiderman， Spiderman， 那个树还是一如往常，有多大颗？因为我的确有看到，而且 Demons 现在的腰带涨到一条15000嘛，太夸张了，这已经不是虚高，这是已经把它当房在买了，他的 D 叉百一条腰带。我们抓2200好了，他现在已经涨到15000了，超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因为我想要买一只，是想要来看那个，主要是看那个可动性，我要研究他那个关节处是怎么个形式。NFT，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有看到那个，不是之前你的那个一番赏的，是那个彩透的，彩透死亡竟然也是大概800-900块就有一只。我正在考虑。哦，豆，你真的会吃这么多饼干吗？应该是不会啊。他说：“既然我都在瓜牛这边，就他两个一起生吧。”饼干，
所以我才在那边犹豫，说我到底是要不要？等下当扇饼干桶。我在想要买那一台那个 Dead Hits， 还是要买那个就是死亡的彩透，或者是其他的？还有个立伟啊，立伟，立伟就是不是那种，不是那种立伟，不是立伟。你都会打架那个吗？他立伟他会变身啊，可是应该跟你们讲应该不一样。我讲的是那个要去选出来，他只会打架那个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有看过假面骑士当政治人物的吗？请投一票，请投一票给林一社长。听上去很奇怪，感觉是会了。哪一天我觉得啊，他们再乱闹一点的话，哪一天你就会看到衍生剧是那个什么假面骑士去当学生，然后还有老师之类的那种校园戏剧。我觉得他蛮适合当。蛮适合在立法院里面的、啊，决斗打一打，应该那个。为什么外变声音一瞬间变超小声啊？是我的错觉啊？斗贼就是啊。啊？对，外变声音一瞬间变超小声的，我调过去。等一下，我调个麦克风，我怕我等下。你是刚刚离远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声音被过滤掉了。请问这样有比较大声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有调过，所以应该是平均值。大了20%。这样可以哈？没有，我换了一支麦克风。啊、原来是换麦的问题哦，刚刚那跟这个不一样，对、啊、我觉得刚刚那只比较大声，可是刚那只会比较粗糙一点，这只就，声音比较偏本音，本音，哦安安，弥陀帮你一周目结束越来越近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嗯，感觉啊，因为我才来第二次而已，就这么放废了，好。刚刚去挖了4-5组的铁砖了，用不完的铁，根本用不完嘛。他那个只要你去一直去换那个巨硕熊的话，其实你的血量根本就不用太担心。只要你不是你不会特别恶整自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那个问题的。我们的食物应该暂时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你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。1、2、3、4，我们有4组，4组猪排，4组牛排。人人吃牛排大餐，我们可以人人吃牛排，大家都能吃牛排，人人吃牛排应该是一定够了。好，没事了，我要继续逛下皮了。已经八点了。今天要干什么呢？今天要干什么？一样就是跑那个副、啊、副本啊，还是理论上应该是直接跑副本的啦。啊，我先把身上的那个多出来的东西先放一放。啊，身上有没有副本？你们那边有没有稍微优良一点的？什么优良一点的？优良一点啥？你要装备是不是？我这边可以给你一套巨硕熊啊。我可以给你一套皮革装。皮革装就不用了，不然 YB 你想要加血量为主还是加速度为主？其实因为我不还是你想要加辣，加辣也不错，要切吗？加辣大看能不能速多大辣，我喜欢吃速多一点，看能不能速多。不是啊，因为我应该不用太速度啦，我也是红战士类型。那应该就是我没有太多的技巧，啊、那应该就是那应该只要一件事加速度就好，其他都是加血量就好了。血量，理论上这样子的会是最适合的啦。因为我也没有拿特别好的技巧，所以我就以能活下来为原则。以能活下来，可以拿个2组铁锭，然后去换。一整套的装备，然后你可以去换装备了。其实也不用换特别好，我是没有啊没有啊，你现在那边换一换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据说那个熊的部分已经弄到最后阶段了，所以 OK 的。嗯，已经最后阶段了。啊，你现在拿2组铁钻也可以。我们可以实现牛肉自由了。我、哦、你现在加的也资源这么多了吗？对，已经这么多了，甚至已经到大，已经算是在大后期阶段。距离我上次来的时候物资缺乏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吗？
对啊，现在太多东西了，文明发展得太快了，跑到外地跑去了，在雾脑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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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雾脑，你就先把装备换一换就好了。在吃还有多，你现在可以吃牛排，对，喜欢吃菜，那就给你胡萝卜，那你可以吃，你要吃马铃薯。你可以直接吃小麦。我想说为什么？我切到输入。我想说为什么不能？看输入。傻了。只是你等下去换装备，会大家一起传过去了。没错。等准备好再去换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去杀一次牛。不用，还不够多，很少。没关系。那我要在这边挂机。我已经准备了两组牛排了，我是准备好一组，然后另外一组是放中介箱。我们家很多哎、欸，拿回去家里放好了。干嘛？红都是希望身上是塞满牛排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可以实现牛排自由哎、欸，多棒啊！你就身上全部塞满牛排，然后之后我们要开喷装，然后把红都弄死之后，他就是全身，他就直接喷出一大堆牛排给你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瞬间断粮哦。别惊啦，我有这么多。我是觉得你大可以不用觉得说会断粮，那只要那个机器不会出错误的话，那理论上是应该会一直升的、啊。中介下面还有两组，就算你想要垄断也没有用啊。哦 ，Monopoly， 那我要垄断 TNT， 大量收购，你又不会使用它，我可以马上使用。我们也会先准备好指令。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防爆啊？阿哉，反正准备好就可以去换装备了。阿比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去换装备了。我在调设定的时候，发现画面好暗。画面好暗。东西不要把我冲走。我在调那个。哦，没事，好的，亮起来。我的世界都明亮起来了。是谁打字这么大声啊？啊，我，咔咔咔，还好吧，还行吧。我把所有的 TNT 都带在身上了。为什么要把几根叠成这样？那不是我放的，应该都是红豆。所以你要换装了吗？你要变装吗？可以走了。你要换装的话，那就跟我的。哎，不要。我们要到豆腐肉配方，要去配方这边。直接走到最后面，巨硕熊，然后跟章鱼哥或直接丢铁钉换也可以。对，你可以直接跟他交易。红豆想要成为村民吗？他想要跟村民交易牛排，可是村民不鸟他。看来是很看来大家都知道那个信誉不佳。我拿这个跟你交易。红肉红豆的信誉不佳。错，我拿这个跟他交易。信誉不佳。都是红色的、啊，血红的。好的，我完成了。好，换我。血变多的 YB。那我们就可以去副本。OK， 我在丢东西，要怎么走？ Oh, OK， 就直接回玩家基地，然后我们直接跑那个尼拉顿，不是尼拉顿，不是尼拉顿的三号入口。三号，没错。哎呀呀！哦呦，人一瞬间跑出来，卡在墙壁里面。哎，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到。我被卡住了哦，地板啊，地板卡住了。突然丢一下，我动不了，被卡住了。大家都卡在地板里面。还是可以把地板敲掉，我没有工具。然后把补回去，先拿那个方块把补回去。
我开创造把他打掉的啦。哦。大家可以挑了，你们要挑的是，你们要挑云海都市呢，还是你们想要挑？反正两个都要去了，还是你们想要挑互联世界？两个，这两个要挑哪一个先？都喜欢。Enderman 打他啊！哇！哦，一刀死。你们挑吧。互联四只，互联网，互联有回复跟地下陵墓，回复跟羊毛，那要这个的话就直接往里面冲。所有世界都是同一片天空。互联，冰山哦，好像没有准备夜视药水，有要准备吗？我有一瓶。OK， 随便丢那个。哦哦，这可是生牛肉啊！跳掉！啊，完了，我没有带稿子，连稿子都忘了。不是啊，我刚本来是想要让苦力怕把它炸掉的。它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半空中。哎呦呀！有哦。什么都看不到，亮的要死。暗磁传送门。暗磁传送，有一个卡在墙壁里面。来，哎呦！大家自己注意一下，因为这边开始会跑怪出来。哦，这边有原子，所以想存，你可以先封印就好，就这边擦亮一点，然后封印它。啊，凋零！凋零！啊，这边有东西。凋零！有金苹果。还有效率5的钻石镐，还不错。哦、oh, ，BGM 的，当然了，不是惯例吗？你们已经往旁边冲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谁丢药水？谁丢药水了？哦，也是。啊，这啊，这边有加那个、哦，这边有附有 debuff 哦，所以自己注意一下、哦。挖掘减速的 debuff，、嗯、所以自己小心一点。嗯、有凋零骷髅的建议，把它给敲掉。有烈焰山，射他！你们要先去哪边？你们要先去哪边？去那边吗？你们先往前，还是要往下？往左？那、啊、先往下。先把烈焰神。烈焰神怪杖比较难封印，直接敲掉。烈焰神吗？烈焰神的太难封印了。挖掘减速，难怪挖这么慢。有跟我说。对啊，一 buff 啊，还好他们都一刀死了。大家的攻击力都加强了，所以就。很慢修起来，害着我跟着休息。修起挖来。这个岩床盒子有东西吗？我先做一点火把起来。我怎么觉得都觉得上面有东西的感觉。苦力怕，我觉得挖这个要挖好久，懒得挖。它里面是金元呢。红豆，这个时候就是你要用你的 TNT 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你用你的 TNT 了。用你的 TNT 啦、啊。啊，苦力怕生怪站在上面呢、啊。啊。爆炸从天而降。对啊，爆炸从天而降呢。其实我觉得你直接往那个挖进去的地方放就好了，你那边放我觉得它只会往外面爆出来而已啊。好、哦，试试看。好，爆炸啦！看着洛林被炸下去，怎么是旁边的地方炸起来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是，看看洛林不知道在换装备还是干嘛、啊里面是鸡眼吧？这个鸡眼的话就不用炸了、啊，那算了，算了，不炸了。旁边好像刚哦，就是拿到是别的东西。要去旁边吗？对，要去旁边。就拿 TNT 哦。哦狗。Let's go。火力炮。师兄面前爆炸。我本来想叠上去的，可是叠上去哇，谁送下去啊？哇，红豆这么有。好上来了。
我们都超勇欸，你们冲下去了、哦、我冲过来啊，右边看到你们僵尸来咯，该换不死克星、啊、你们往右边走是不是？没有，直接跳下来、对，我在右边，右这边，哎、对，钻石方但我觉得我拿了不要穿、啊、我拿石头就好，没有意义啊，那边拿，先拿，我先拿好了，那我先拿，我先拿鞋子。这个这不是什么传送门吗？哦，我拿走，你要吗？有哎、欸，你半给我叫的，有几率是应该是传，应该是传送门，应该是传送门。你要人拿？你要进去吗？还是我进去？那我清掉了。帮我进去看一下，我先吃一次再进去。其实应该不用留吧，我其实丢回去了。啊！有人被我偷进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人被偷进去了。谁进去了？红豆刚刚被我穿进去了。有一堆小怪了。莫里，那刚刚他们再讲一次。红豆很棒。是巴拉西，是巴拉西，是巴拉。好棒棒！你是不是没有被扁过？对啊。没有，这个是掉你。啊，这边好像是那个算迷宫的地方。要拿个金苹果钻石菜。好、哦，我被传出来了。哦，把洛林传过来了。小林骷髅。我按了，你刚在我前面，你就被我。我想说。爆炸啦！哎呀。Hello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快往上看一下，因为这边会错综复杂一点。楼上有凋零哦，楼上有凋零，神怪关。哦，在楼上。哇、wow, ，OK， 我先把它挖掉。好、哦，大地回复了。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在楼上。效率是不够看的，要拿钻石搞的效率。把大地回复拿走了。OK。啊，真没东西可以往下了。他好像说羊毛跟回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剩羊毛了。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传送点可以点。Oh? 哦，我听到不太妙的声音，不是对称的，我们是从哪个门出来的？好、oh, 看到你们。哦、oh. ，还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要往这边吧。因为我刚刚是从这边来的、啊，所以对，要这边走这边，这边这边。有人到听吗？谁？好像是我。干什么好事？为什么挡在我前面？哦，水门破了。渡鱼啊！女生可以抓一些网点。凡人的渡鱼。哎、欸，渡鱼一次喷两种原子给我，太夸张了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好像没有东西太棒了吧？渡鱼虽小。有人直接被我送过去了。没错，哎、啊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好，回来了。哦，这边其实是一个循环的、啊，这边也有洞啊，你就真的就回来了啊。另外边也有路，我们先到另外边去。对，哎、欸，新的地方。我找这个新的地方。满满的怪，然后不同门哦，不同夜市药水没了。我刚刚走那边。哦，啊，你们走左边那边哦。对，左边的。哎、欸，钻石剑。哎、欸，我被传送了，钻石斧，马上拿走。幺零，被我传送了。你加油！我旁边先吃点东西。哦，安安。先丢点不要的，把不要的东西丢掉。夜市没啦。哦。有需要夜市吗 ？Run！ 跑就对了。插火把。啊、跑吗？他们走进去了。我直接冲进来了，我先插火把。好吧，我也跟着冲了。我那个现在仇恨不在我身上。哦 no！ 哦 no！ 冲啊！不要打我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被传出来？传过去吧，冲过来都直接传。哦，好大的幽灵！哦哦哦哦！别看别。射他！快点打洛林，快点！好的，你要往前冲啊！不是应该先打你吗？在冲啊！冲就完事了。在楼上狙击。
我的上帮忙。那个绿宝石的按钮。按啊。啊，要按吗？按啊。你按看看。啪嗒声。啪嗒。红的啪嗒一声变成了你。对，是什么？啪嗒声。我去。这是红豆的，这个正在最上面啊，敲不掉这个。我飞起来喽！聊天室快看，有 YB 在飞。大力。哦，水母。所以要往哪边走？他去挖那个水母生快灯。挖不到。太远了。哦，这是你刚刚说的啪嗒声。我们有需要挖那个东西吗？挖吗？那就因为我们这边应该只是拿一下东西走掉了吧？啊，那清掉清掉。好了，我掉了。我们到底啪嗒声之后，然后那个啪嗒声哪边呢？啪嗒声打之后呢？绿宝石的可以。上面的那个要挖掉吗？走回去吗？走回去，可能要走回去。反正。要咬我！对，僵尸真快装不用挖掉，还是要挖掉。任君挑选。要再跑一次那个。这挖好慢哦。挖很慢。YB 的 YB 的稿子是不是不够强？我是死稿而已。那就难怪了。来，给你一支铁稿啊，过来啊。你不爱了。对。你都往回跑了吗？那我就跟着你往回跑了。YB 呢？我看到一群人被一群僵尸追杀。哎，这边是铁镐哎。啊，啪啪哒！僵尸都围在一起喽。快点摇 YB， 干得太好了。看到地上有一只被丢弃的铁镐，所以我把它捡起来。干得给你的。你丢了可哎？怎么是要到另外一边一飞？另外一边也要看一下。啊，可能两边要那个启动之后才中间才会有反应吧。估计哦，哇，这个，这我烦。哦，箱子，钻石会。哎呦 ！No！被霸凌了！我跳下去。要被霸凌了！没有什么好东西啊。蜘蛛。哎，我被粘住了。挖掉它。我要去减速。好、哦，好多怪，好多怪。哈哈，悟清身先士卒。哇哇，多人的情况下真的点的太多了。好了一点，很不错。哦，可是怪也是从主次是增长。没有，我觉得还好哎，而且我们这还是简单魔术，纯简单模式而已。简单魔术哦，又是图书馆。简单魔术，魔术方块。还国语相通的啦，不自助的啦，对啦，我打觉得啦，为什么这种图书馆会有蜘蛛啦？噔噔噔噔，有人在打。青金石太逊了，哇什么东西？不要引怪，老子插火把中，有门，这门是出口吗？可能是下一区。哎、对，是下一区，里面是苦力怕。苦力怕哦，箱子，箱子肌肉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。哦，钻石，这边有钻石剑呢，钻石剑呢，钻石腿呢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回去中间，回去中间。完了，我换钻石剑，回去中间。我在哪里？完毕，回头。这边不是前面吗？回去中间了。对，我刚刚已经把那个门开了，然后我刚不能把按钮弄掉了。附魔台，前面吧。回去中间。这个是另外一个门。我是另外一个门吗？这里吗？回头，洛林走，洛林走。放生外逼，走！哎、啊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打算攻击我，那我就不打你了。嗯，这是、真的哎、中间的那个东西不见了。那个绿宝石的。等，我现在还没有回去。
把蛋糕给消耗掉。啊，这里啊，这边往上走才是。迷路了，没火把了，没怕来了，了，跌下去吗？岩床盒子直接不见了。哇哦！来来，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到了吗？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到了吗 ？Oh no！ 应该还有个外币没出现吧？币呀，外币，到到了吗？外币呀，外币，不要指望路痴找的道路。哎呦，看到外币了吗？我想，外币到那个另外一边。哦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我竟然找道路了。啊，走，这边，往这边走，啊、应该有很多猎人。看刚往这儿走。猎神走好快啊！还用走的吗？还用飞的吗？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被杀流眼。我觉得这个懒得挖了，赶快走吧、啊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往。谁被杀流眼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弹幕。猎焰神哦！弹幕来了。他说红豆是朋友，不是食物，被删掉。啊？为什么？好、哦，是朋友，不是食物。不要玩食物。这句留言被删掉了。啊，这里啊，退取不行。Oh my god！ 可是他是说 mod 删除的，他是应该是有刀的人删的吧？那、啊、就是他看反了吧？红豆是食物，不是朋友。他觉得红豆是食物，不是朋友。哎，这个可以放水，太好了。我们又没有跑到地狱去，当然是可以放水啊。太严格咯，太小心喽！旁边的麻烦插个火把，要不然的话我怕我们会被、有弓箭的射一下。哦，差点掉下去。哦，好凶！会吃到逆流了吗？啊、我们这边要小心的，好像有闪电苦力怕。现在是啊，伤口灼热，好难受。红豆很难受。广告都在播，都没在看。他被之前使用，那你也是到逆流了。像这有钻石胸甲、无限弓、钻石剑。我拿一下钻石剑。钻石剑。还有牛排。你好贱。啊！没往哪走啊？犯贱了吗？跟着别人走，发现不是这里。对。那就不是这里，需要水。Give me some water. Water. 然后看到有路就身先士卒，看到有怪立退避三舍。他说：“这就是，他就说这就是我的正义。”好嘞，传送门。哦。有东西吗？有苦力怕？有一次苦力怕，没有东西。哦哦哦！这是走这边吗？只能走这里啊！到一个洞了嘞！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！你各位各单位注意，跑啊！冲啊！我们都没有套那个夜视什么的。他们不看悟星之后，就开始看我了。引怪失败。哦，凋零骷髅大军。哦哦，跑啊跑啊！可是这边有补给品哎，我想要把他们干掉。只要你不断的跑，路就会不断的延伸。好、啊，我们的 debuff 结束了，好，太棒了。保护全部都是保护器、啊。哎呦！先盖一座，哎呦！道路就会不断延伸。提示：燃烧附魔的武器会让这场战斗变得更难得、更难打，所以不要用。不能用燃烧武器啊！他说会变得更难打，所以就可是这样子，我的那我拿这边的剑好了。没事，我没有燃烧的。啊，没关系，先补给一下。我先把不要的东西丢掉。哦，燃烧附魔，我好像没有这东西。
燃烧武器，它该不是指就是这些像僵尸吧？然后他们会过来咬你？嗯，有可能，就是说反而会害到自己了。我好像应该先把我的装备修一修再进去、啊。我的只有击推，我的只有那个牧场的石头有燃烧而已。那个板块。你有没有其他的武器？我有其他的武器，我有那个。你有那个？红衣二的，红衣二放错了。啊，对，我不能修两个。对，外币这一把我先给你。存好剑吗？不是，是一把稿子。来来来，外币比你之前用的好很多。我有拿到效率四的铁稿了，我刚好捡到一把不知道。只是效率四的钻石稿，应该好用一点吧？外币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吗？钱。干。money 你要钱，好，来这给你。你想怎么装备喽？钱，他给了我铁锭，他可能对他来讲，这可能就是钱。没有，那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。钱呐、啊！你不是还有生命吗？你觉得红豆值钱吗？我还有这个、啊，对不起。你想一下，红豆一包才几块钱？哦，我建议穿上全套有附魔。保护附魔的铁那个铁装或钻石装，最好能够有保护师。我好像没有。星界精华啊，糟糕！啊，这次不死克星没有用处，使用燃烧效果的剑会让 BOSS 更频繁的瞬移。OK， 所以不会是中介使者吧？有可能是中介使者之类的。那应该就是了吧。那我先把我比较看起来不太 OK 先处理一下。TNT 应该不用带啊。嗯。把弓也修一下。打麦克风干。我带一些火把。你的麦克风其实是 BOSS 的意思吗？然后我们可能所有人先聚在一起，先丢一下钥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丢那个。我们还没有讲完这边的东西，等一下好不好？他们在十秒后会变成杀手。旗舰会战斗时不停的召唤兔子出来。哦。后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造成凋零伤害及两秒的立即伤害，每过十五秒后一定继续瞬移到随机一名玩家身上。战斗太久会进入第二阶段，并令场地四处燃烧起来。战斗持续的太久的话会失于雷击，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快速把它打倒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四个人应该是我们到了多少？ BOSS 偶尔会跳起舞蹈，除了让他自己上下颠倒之外，并不会造成任何效果，并没有任何用处。每当兔子出现时，要马上解决掉。所以这次有杀手兔，请注意，你可以用箭射 BOSS， 迫使他瞬移闪避，这样你就能安心吃东西，别站在火焰中。记得使用药水，再记得再提醒一下，跳跃落要建议用跳跃落下攻击，可以有机会打出彗星一击。开心哦，一击 KK。好了，你要先吃药水吗？要来了吗？先吃药水，人在哪里？来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准备先吃药水。谁要先丢？还是我先丢？我先丢。还有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哦，好多好多，好，满满的一排，好，可以出发了，好，可以走。所以是要往前按按钮吗？我们好像没有按那个，那个难度，所以我不晓得是啊 ，a seal， 所以这边要先跟他打了，动不了，他在跟你讲话、啊，听他讲话好不好？不行，遭到监禁，我可是中介使者呀。很高兴你终于来拜访我的朋友 ，My friend。你看，我俩好像该怎么处理这世界，有一点不同的。他说想跟我们交流交流，哎，原来是自由的中介使者。我可以拿弓箭打他吗？你没有火焰，只是让他强制闪避啦。享受彻底摧毁你，看你失败求饶的模样。哦，他太他有点中二呢。他在对红豆这样讲。那、这些是中介使者还是中二使者呢？和平摧毁者，我怎么看到死亡的兔子？还叫 Excel？
要去打啦。有兔子的话，尽量先除。哦。先打兔子吗？没有没有，有兔子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打掉。现在不是杀手兔，等一下会变杀手。哦，变杀手兔了。杀手都跳好高，打跳好高，太快了，打不到啊！来来来，顺便打了，有打到就好。感觉对面倒着走，好恶心哦！这是你那个吧？我觉得他好像仇恨值在我身上哎。那可是我不是很确定。哎，眼神是看以前更杀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啊！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被电住了。Watch me, notice me, 神班。扁大，关北兽，关北兽，关北兽。关围殴，围殴。关厕所，关厕所，关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出去。两个被关在小房间里面。围殴，围殴。可以全部 TP 吗？全部 TP 到悟性身上吗？被关起来。兔子来了。下我卡里面啊！救我！你在里面很安全。飞剑钥匙。好，那我开始逛下梯了。No. OK 的。什么红豆有被杀手兔伤害力很高，杀死了吗？被困在刚刚你那个房间里面哦。啊，可是他现在目标在我身上啊，那个他的吴昕，吴昕，你先把他给。那兔子也太会跳了吧！把他关特。你真的是在关北兽哎、欸！真正关北兽是卡 bug 吗？哎，又一坨人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往哪去了？啊！他把我们丢冲进来关厕所了，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全有全部人吗？全部人都在外里面啊，我们都卡在这。哎、欸，现在怎么出去？好惨！一个人 OP 把中的其中一个方块打掉了啊，不能打不掉哎、欸，你要开 OP 啊？哦，等一下。卡 bug， 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现在眼睛很可能是因为人数太多了、欸，所以……哦，对啊，他这个会有那个问题。等我一下。哎呦！然后他一直杀我们，干！我都看不到。继续凝视我、啊。现在赶紧全人卡在什么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太好了！我跳外面。后面后面。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我起来打。我加入围殴的行列。大家都在努力的。我觉得应该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普通哎、欸。等你做客，带。啊！他开始，他烧到，他好像是目光真的在我身上。哎呀，没有，你要把他关厕所，烧到自己。不是啊，你现在他只要被烧到，他就会这个样子啊。我要下去哦。他去哪里了？关他厕所，关他厕所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他剩下不到没多少血。没有他，死了，恭喜胜利，二三二，哦，妈的妈的，有奖励吗？要去拿奖励吧，往前看应该会有奖励，奖励箱，报告报告 ，boss 战没触发或想再打一次可以按这里，不要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哦，这应该是这个装备吧？什么装？看守者之铠，保护六，耐久 level 五十。羊毛是羊毛，它是铁装还是钻装？钻装。啊，羊毛来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是我这好像没办法直接啊，我直接那个 print screen 就好了。对啊，直接 print screen 然后就 Discord。我在 print 这里。甘草牧场还挺啊，甘草牧场。我要去高贵动物的家园，高贵动物的家园，拜！所以红豆就是来喂养他们用的。看守者之铠，嗯、啊，最重的奥义就是全员关厕所，太恐怖了。可
呀，因为压力板一直被启用，就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先砍了他一刀，然后之后他的那个仇恨值就一直在我身上。他主要是他有一堆那个啦，效果全部都加15%的。我这样去说应该是秒换人。对嘛，使用单挑可以。啊，你可以骑马，哦、骑马了。哦、，OK， 可以骑马了，骑马了。我们要先解锁传送。聊天室马要叫什么名字？马德。马德。所以我的叫法科，你的叫马德吗？还有一个叫雪特。哇塞，我们要去哪里拿海灵晶体啊？海灵晶体，那你应该对于接下来要打什么关卡就有想法了。又要打。我水下呼吸。我们这边可以先，你们先下来好了。我们要先解锁这边的那个基地。先哦，你们都先下来。No， 我忘记关马的门，他等下跑掉。宇宙长弓，这弓也太强了吧！好了，可以先回去。好，好，再传，再传，好，再传回去。你们要取什么名字？你们马都要取名字。养马喽！我要帮聊天室，我要请聊天室帮我想一下。可是我们的密云跑这么多吗？我不知道，是上有一个。可是我没有看到铁灯。没那么多个。还哦，宇宙系列啦，所以这边的我拿了一个喽。我也拿了一个。Glory Hunter。哦，那就还好。哪边可以那个改名呢、啊？那个楼上有可以改名的地方吗？还是没有？我身上有铁砖啊，有人需要吗？我丢在这里。当，你当在哪里？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门口。是当当当。好，以后你就叫做，吼吼吼，宇宙长弓。哇，以后你就叫做吼吼吼。啊，三回果然就爆了。我爆了！等一下，你全部拿走。等一下，谁的马叫米谷？应该是木星吧？我好甜。一定是啊。我的。那谁可以把我的命运牌还来？我的命运牌。我命运牌被吃掉，谁可以？我的被吃掉。嗯，突然要取名，没什么感想。阿浩，我想到了。欸，我的命运牌整个消失掉了，到底换？对，我的消失了。没有了，直接叫一个幸运。我身上还有两个，给我给我给我。哎，我卡住了。你按中文吧，你先中文吧。对，个，然后我要把它叫好看哦。好的，从今后你就叫马邦德了。你这边是只打了英文还是打了中文？我打了中文，马邦德。我想一下。麻肥吃的汤事后都要嚼的。哎、欸，这个马的速度好快哦。它的数值应该都是直接给最好的吧？哦，你们想要我把它取名叫托斯特吗？也是可以的。托斯特。哎、欸，米托邦那只马叫什么名字？就叫托斯特啊。你就叫托斯特。随便挑一只。我要那个让他继承之前的名字了。雪特吗？像绿豆。好的。吃的火锅。不然就我不能打中文上去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已经是被吸很边缘。复制贴上。哎、欸，师兄，你看我的马。应该叫他阿布高和的。阿布。哎、欸，我的马！哎、欸，这只是我的，这只是我的。你的马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这是我的、啊，外面有两只白马。哎、欸，不要抢我的！马子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你就叫波加曼了。那我们两个的马可以很好，我们两个的马可以凑一对了。杰森刚刚取什么？让马子啊！可恶，刚不是说谁跟我说要取阿布高赫？你看我的。我们在看你叫什么？
你可以念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我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已经马方德已经打下去了，回不去了。不然我也想换回去的，回不去了。瑞凡，我想换成那个。你再捡一批。继续往前，怎样吧？不是啊，因为我没有命名牌了。哦。那这边也没有多的怪物死怪哎、欸，怪物开始要在这边现身了，我们要往前走就快哦，就跟着前面的部分走。哎、欸，这边前面很糟糕啊，赶快走！我是说真的啦。等一下，卡了！哇！我看到一堆，到处追逐战，明明在计划多多，不是，是一整批哎、欸，一整批的，你跟我开玩笑。好恶心！快点拿出来！飞瑞二十三，哇！等一下，我们来不及看那个东西，糟糕，超糟糕的！要、啊、看什么？老何，我们来不及看那个。哦，继续。怎么走、啊？是不是往上、啊？靠、哦！这三小，这怪量是三。No！ 其实冲太快不是很好哎。我觉得冲太快没有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小建筑，不重要、啊，有东西啊，哎、欸，很重要 ，no 很重要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有好东西，我的马烧死了，想念，死掉了，4月19号到4月19号 ，Oh my god！ 刚才一个不小心冲太快，直接往岩浆里面，啊！Axio， 我的马都还没有顾好，你就跟我讲说要直接冲了哦。谁传过来的？我要鬼怕。我一片混乱。我的后妈要。情况从糟糕变成难以理解。难以理，这已经不是难以理解的等级了。哇、哦、有。没有按啊，他那个是靠近应该就会自动传了、啊。Oh my god！ 哦、oh. ，要不又要玩那个跳跳了？应该就是了。好痛！哇，好不友善。不是要怎么要怎么？作者和平不友善。哦，有了！哦，这下跳上去了。哦。啊！哎！有有有！被打到。哇，就会死啊！请你没有哦。哦。掉弓箭枪。哦，大地回复。拿到大地回复了。哎呀，拜！啊，不要！走开。ダメ，要打去打。安岛啊，红豆。斯基达，要打就去打红豆啦。斯基杯，跟我没有关系。ボレだけ。思いもさ、経験も。哎，大地回复哪了？大地回复哪？I'm back。一瞬间发生太多事情。罗林修克来了。等一下，你过去。尝试去理解刚才发生的什么。啊！太棒了！昨天是捡起来。昨天是交钱，交那个交财神捡起来。捡精华。精华也是我在捡啊。哎、没有，可以捡个镜头啊！变好慢哦，怎么这样？耶，这么慢呢？嗯，是我下去之后转移动环速。哎呦，这里没有，现在这边就传送到甘草牧场的马桶。重力突然拉着你走，突然很重，是不是？你变胖了。有一个传送点，正中间。哇、哦，好慢啊！它可以储存吗？还是它可以传到？我拿到一个海灵晶体，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换？什么意思？这就好了吗？好，就是一开始的马棚，应该是、变快了。马都已经过这个就变快了。
你们下去了是不是？你们都还没，你们是进去了？没有，楼上是怪，楼上是怪，还有岔路。因为楼上是怪，我才不想上去啊。这边还有岔路呢。对，岔路。这边看起来蛮精彩的。哇，这什么地方？要到对面去嘛？可是怎么过去？你们走哪里啊？Hello， 你们能看到我吗？我们想不想去玩？这里看起来很糟糕。耶耶耶！认真。耶耶耶耶耶！这可能是有特别的宝物在这里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我先在下面先铺水。好，还有对面的人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过来的，我要被围殴了。帮忙射水母就好。红豆会这样死掉吗？下一集，你要撑住啊，红豆。下一回，红豆之死。不用等到下一回了，他说不定等一下就死了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。それはどうかな？それはどうかな？俺のターン。ドロー！红豆自爆。不是啊，就那要去，就是甚至直接往前冲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一堆教练裤在泡澡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往前冲！赶快！如果在那边再怎么耗下去，他们都不会消失。哦 ！Boss！ 我没有多的方块了。Oh my god！ 就在上面。上面不友善啊！哦什么？也太羞了吧！还蛮痛的。他传送哦。对，哇死了！拿到晶体了。什么晶体？海灵晶体啊！终于被关在里面。帕塔森？是什么？掌管热之女神，你这明明就是男的。过去发生他，对吧？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就好了。送回大厅，这干嘛？啊，所以，哎，红豆，直接把你关在里面，挖爆他！快点，我有一个想法。这个是正确路吗？所以刚刚应该是有其他地方，应该都管那个关着各三位，那个各总共有三个女神吧？我这样子讲的话，理论上的话应该就是。我觉得我们直接传送回大厅，然后比较实在一点。大厅是哪里啊？我们这边可以直接传送回大厅吗？不行吧？里面有个按钮啊。啊，有个大厅吗？有，在那个女生，男生。哦，有了，有看到你们那个 ，Hello， 暗潮牧场的那个，应该总共有三个地方了。你们要不要先回去？我觉得我们的装甲应该要爆掉了，至少我的快坏掉了。上面有一条路呢。不是啊，我们的装甲要不够了。Yeah, 要装备，传送进入地层。哦，好吧，先回去，回去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回来。我要去修一修，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直接买新的好了，直接买新的吧，我们直接买新的比较便宜，真的。带上你的铁砖、欸，也不用了，我不用再买胸甲，我胸甲根本没坏。是有新的胸甲，对，我的新的胸甲根本不会换。带上半组铁砖，师兄，这个给你。有没有要采传送点的？纳尼？哎，红豆要多懒。勇者殿堂吗？对啊，大家准备好就传过去。好了好了，我就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先去丢，我先丢丢的是。你可以修也，如果你已经修过很多次的话，那我建议不要修。我修很多次，我就我要怎么修？我还好，我没有修。那我要叠船哦，船吧。接下来再集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药水的配方，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药水。九八七，我想把原子放一放。四三二一，喂，喂，好按好按，完美好喂，冲啊！先跟村民讲话。
啊，干你娘！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妈，我现在身上有四组铁砖。四组铁砖？可不是四组铁的铁锭啊。啊，可以啦。嗯？啊，一套全新的装备啊！他不那个不返还？不信你有多少铁锭吗？我只剩八个，剩八个啊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回去，我还可以回去这个地方拿，这边应该可以拿，应该有哦，我这边没有放多的，好吧。那我可以顺便大地回复两个，还是说之后再解锁？嗯，等一下再解锁。师兄，你要去那个吗？配方吗？这边。风破，你要铁锭哦。对，我需要铁锭。等一下，我先回巨硕熊。来这里。哦。你后面。等一下。有拿铁锭吗？你要几个？我在你给我一组好了。师兄，你要找那个吗？巨熊吗？你要找巨熊吗？是的。巨熊在最后面。中间最后面。中间是狼。那你够吗？够。是不是再买一套啊？再买一套吗？其实你现在换新的话，那等一下应该还可以再重新个那个，重新再修个两三次。之后就不能再，之后就不能够再修了。修的成本不 OK。你修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已。嗯。买，直接买新的。最划算。买新的最划算。好，等一下你们的那个原子要不要先丢我身上？我要先上厕所。嗯，为什么我身上会有一罐椰子汁啊？好的拎呢？好的拎呢？加贺，加贺。拿错了。勾勾勾，勾得到吗？够不到，这边是连东西都不准放的，所以就嘿。啊，还在打雷，不错。其实这边比我想象中还要暗，不晓得为什么。这边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弄得亮一点的。对呀、啊，这它里面没有内装。为什么勇者剑城弄得那么黑？是勇者都是黑暗的，是不是？勇者都是勇者的肤色都比较黑。没有请师傅来装修一下。没有电源呐、啊。我们这边没有、我们这边不使用电。电？也是晚上啊，那太阳能也没有用。你要装 AE， 我们接下来去用什么？那个药水吗？大地回复的啊，你要大地回复还是药水？都、啊、可以。都要。我们来回复一下。来回复一下。你要先回复吗？可是回复每次都要跑三个而已啊。这样为什么不一次都拿完，然后再一次弄完？没关系。因为放的人也不是你。对。烦的人不是你。天文学家的塔罗，天文学家的塔罗，你要两个放完再传，还是一个放完直接？那个杀死，不好意思，可是他们两个会连在一起吗？是啊，哦，上面有星星，钻石钻，钻石，月之泪，节制克星二十五，击退三。月亮正在落下，快吹奏红豆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急。哦，可以拿来攻击的钻石，对啊，可以拿来打人的钻石，好棒哦。那应该要给悟星拿。啊，掉下来了。那应该要给悟星拿才对。轮台啊，就没有了。我怎么他掉过去，我怎么还有破洞？我摔第二次了。这样才透风啊。哪个偏轮台？靠，第三次，很棒啊！大家都期待。哎呦，啊，这边好高啊！我们要来去解锁下一个、哦、三高。
欸，对，还没放羊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两边都有拿到羊毛了。挖。挖。红豆不要那个外壁不要挖的医生，不要忘。为什么是我？挖。哎、欸，真的有星星哎、欸。啊，对了，你那个钻石砖可以放在旁边，因为这是纪念碑里面会要一个钻石砖。钻石砖 ，CTN 的成就碑里面都会有那个三种煤炭砖，三种砖啊，就是煤炭砖、铁砖跟黄金砖、啊，还有那个。糟糕，丢错了，我这上有两个红色的羊毛。哦，铁砖、金砖我们都有了。我们哎，我们缺一个，我们缺绿色羊毛。就是啊，不用，刚刚那个还没有拿到羊毛啊。哎，靠腰，放错了。你要放什么？红豆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挖上去了。我看丢了两个在那个天文的，我拿去电打用。你不要想要打我、哦，洛琳。反正打了又你又不会掉下来。哦。我现在没有办法用公射他了。然后等一下就看到那个风破像上次一样开 game mode， 然后飞到我旁边来看我。然后那是钓竿蠢蠢欲动。好、啊，这是目前最高的一根了，收集到最多了。Hello， 没有什么意，没有什么意思。这是嘴痛啊！我啊，是成长率很高。我刚用水桶在往上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哦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？哪里那么黑啊？勇者殿堂、哦、要升级、吗？什么？大地回复，还有个大地回复，还有一锅，一锅。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不大一样哦。有蘑菇哦，蘑菇。地窖，地窖，地窖，地窖。我是酒窖的东西吗？哦，哦，下去喽！耶耶耶耶！哦，是往后退哦，还往上跑了。灵神殿哎。铁钉、欸，里面有箱子。铁钉，铁，好多砖哦、喔！东西啊，超多哦哦哦，还有金砖，金砖可以完成那个成就了。直接拿来玩的，不是他的那个陵墓吧？你的财宝我就带走了。我们是盗墓石砖，可是我们帮他回复了，回复完之后拿一点利息应该是正常的吧？然后这个就这样子而已，没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期待的会出现什么好康的吗？原来我们最终只是来盗墓的而已。我们盗墓说难那么难听，很难听吗？是来打扫的，把它清理。我们只是来耕田的，我们在扫墓的，顺便。哎、欸，红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你在放羊毛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生鸡肉。那是鸡挂掉了吗？被水淹死了。No， 飞啊，一个鸡肉。No！ 你要讲飞鸟这样子？没有啊，是小鸡啊。飞鸟那还不够肥，还不能当飞鸟，还不够格，真的超难走的。啊、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那个金砖也就完成 了，也只剩一个黑色羊毛。好了，那个可以去按那个什么。药水升级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升级。升级它。药水升级的话，一样去勇者。去哪里？要过去了吗？要过去了吗？要过去了吗？升级，基地升级，基地升级。哪里？这里。附魔吗？还是植物药水吧？药水这个，哎，可是我不确定是要什么东西哦。四种原子各15个，我们有带。我按的都不是我传过去啊！我没有，yeah。 啊，我没有在勇，我刚没有在勇者的那个基地那边拿完，所以我还要先回去一趟。好，大家再回去一次。我并没有拿完那边的东西。四个数。哎呦呀！做等被传送，我刚没有拿那边的原子。洛林按的也不是他传过去，都是别人在传。
我觉得我们的阳光颜值一直都很少、欸、是不是 有人没放进去？下阳光，阳光是那个烈焰粉的那个东西，火焰粉吗？我觉得烈焰粉嘛，烈焰感之后是烈焰粉，有吗？有人还有阳光原子吗？要不然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就先跑那个了，我们可以先雕一下，我们先用二阶药水看看，我们先去二阶药水啊。好，先。什么有一个频道？我进了，讲你很好奇是不是？没有，只在听而已。那就是好奇啊。我不听也不行啊。好奇。什么红豆调皮？为什么我看来是写红豆调皮的痕迹的啊？是发生什么事？就那只鸡吧，那只鸡、哦、没有刚好鸡蛋砸出来的而已、啊。那个羊毛呢？那个羊毛、哦，羊毛我故意的、啊，每个都故意点超高、啊。二阶药水，对，二阶的应该理论上这样就可以。噔噔噔噔，耶！应该那个二十，要不然就三十了。啊、不够不够不够，阳光就不够、啊、寒冷跟阳瓜不够，阳瓜原子，来看看是什么药水。一拳在上面，就是没有人要按啊，大家都懒，耶、yeah。你要用糖跟烈焰粉来换新界精华二，糖香料，移动加速，力量跟挖掘加速，还可以获得20%速度跟130%伤害。然后拿南瓜可以获得飞剑的水下呼吸药水，还有蘑菇可以获得黑暗回声二，就这样。下呼吸，新界精华二。所以我们要糖跟香，不是糖跟烈焰粉，糖香料还有美好的味道。这就是打垮红豆的必要成分。我不是飞天小男警，你是飞天小男警，听上去有点白。我想要把钻石剑，谁交给我的 ？For you, for you。哇，下面的牛坑主已经急了，赶快，还有一个，快烧！新界精华，红豆进去，我要看你。南瓜，他要看你吃东西，加呼吸。不要按，先不要按，先让我剪完，烧掉了。那我刚按干嘛？好悔了，没剪完啊！好悔。要起来，干不剪了啊！妈的嘞！要烧腿，神一样。再带一组铁砖好了。是不是还要再买一套装备？我多弄一点那个新界精华药水。哦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你吸一下，你吸一下那个。他不给你换了吗？我不，我刚刚换到身上满的。那我换哦。开启基地困难模式，不用怕，这可以换掉。强烈建议用来二整女朋友。你是不是想要打下面，然后想要乱来？对，你想对谁乱来？不，我没有讲哦。这个给你。好，红豆想要非礼谁？我什么都没讲，那是洛璃讲的。你想要干嘛？红豆，你知道我想要干嘛吗？什么？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想说我要弄谁？这里，这个给你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其实没什么用啊。我有顽强的生命力。对啊，红豆是很顽强的，它是草根呢。红豆，你是不是丢到自己？没有，我这样垫上来的。没有，我就也误伤自己了。不是，我丢远一点，然后结果我发现我还在范围内，就算了。反正我好像是也不会怎么受伤，算了。然后还有一个人垫到我旁边，然后丢我，有惊误伤。
你需要牛奶？给你，其实也不用。好，一人一罐，你这样子这个给你。哦，好。不信也上来丢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。你这来不信？不信你在哪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下礼拜怎么拖到两小时啊，风破。啊，你说一只？直接 PPP 打开。哎、欸，还有谁没有清洁精华的？我 PPP 下来、啊，你人在哪里？在你后面。嗯、啊，你后来在上面全身神装。我想说你在躲人呢、啊。我真的不懂啊，明明就是人家设计出来跑酷用的，哪有人垫方块的、啊？然后电方块之后还可以丢到自己的器材啊！哦，很棒吧？放你个大头啊！你猪哦！嗯，我觉得我要再多换几罐，太少。看呗，我是换了八罐了啊！哦不，那、哦、我可以再给我几？我就丢了一人，我就一人一罐。给你，你在哪里？清火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先往下去。我要先冲了哦、yeah. 应该大家的食物还够吃吧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我的萝卜没了，萝卜没了，保护眼睛，好，巩固牙齿，慢慢 roach 你的墙上，你有什么往上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好的，我 OK 了， OK 好吧， go go KO OK， Here we go。OK KO， 那个走那个宇宙农场。宇宙农场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也不是宇宙农场，我们要去的是三号入口，我们还有另外一区是没有去的。甘草牧场吗？我们还有一个那个，我们还有一个那个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区域的那个还没有拿，是云中世界，云中世界，云中城市才对，应该不是云中世界，那个吗？是互联城市，互联世界。不联系是我们刚才去的，还有个秘马里奥赛车，我们要去云海都市彩虹小马、欸，彩虹小马哦 ，Google 上的天空图片。我还以为要去甘草牧场换装备。我们有那么多晶体吗？我们刚才有拿到晶体吗？星光大炮，我有一个，拿一个。星光大炮，欢迎使用星光大炮。希望你有带了冬装过来，因为这上头是非常寒冷的。祝你云上旅途愉快。苦力大炮后，请不要移动，请若不遵照指示，可能导致死亡。因为我人很好，你在这地区死掉不会喷装。好哦，三，难动，要到梯。哦哦，为什么我跟吴昕还留在原点啊？可是要摔死了，要摔死了。没事啊，真的摔死了。现在两个人被关在里面，谁可以再去按一下？哎、欸，我跟洛伊在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来了吗？对啊，我们。哎、欸，这算上来的？然后死掉就上来。我们直接我 T 我打什么？我打 TPO 就可以了吗？打 TPA 了。哎哎哎，要再飞一次吗？要再飞？等一下，原地。没有飞起来，没有飞起来。我要说这样子啊，这个设计好烂啊！再打一次吗？好不容易到了，结果我重跳一次，我死掉了。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哎、欸，又回来了，再按，怎么又飞第三次了吗？要飞第三次了吗？我要飞第三次了！哎、欸、有，我看不到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这次我又没起飞了。哎、欸，我这次成功了，我。不是，那我还不如直接按创造。哎，我到了。我还不如直接按创造模式，直接飞起来就好了。那、啊、只有我一个到，好孤单。我宁愿直接传到一个，我被传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来啊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哦哦，你们传OK OK OK。哦，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我上次哎，谁他妈按那个指令方块？谁按错了？怎么又飞了？我直接飞你。哦，起来了。我又没起来了，我又没上去了。又有人跟我一起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悟性你到的话，你把我们都抽传过去就好了。我先把那个按真的快笑死了。杰森红豆跟我有到了。这个是什么危险的大炮啊？我先把那个按钮敲掉。哪等一下哪个脑残你说下面这个吗？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一半，结果突然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是又没有？就是一个别墅的概念。我就让你来看看这个，是让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全能住宅改造网嘛，对不对？
笑死！我刚到底做什么？旅行者的休憩旅店。哦，旅行者的，那是念休憩吗？不是念休息吗？黄炮，随便啊。有黄炮的村民。哎呦，村民在绕圈圈。自建师。屠夫。多少人员？哎、欸，有那个僵尸的身、欸，可以拿腐肉换绿宝石。我姓二的村民。哎、欸，外面好多铁巨人哦。你不会想要？有一个防爆式的、欸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嘛？哎，没救了。你疯子呀！锋利式哎、欸，很棒。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奇怪的稿子，效率五的稿子。我进来的。罗琳，不要破坏，不要随便破坏地形。不是我，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应该是先往上看一下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吗？天国木之，这东西这应该是主线用的那个吧。对对对，所以拿好。我没有拿，我不知道谁拿。应该是红豆吧？拿好了。我觉得是给最不应这个人是最不应该拿到的。耶、yeah ！可以给悟星拿什么？小披发。不是你的死亡率是偏高的类型的，这样真的没问题。那你有想过我24次的死亡次数，大概一半是 kill 造成的？你确定不是因为你人员不佳的关系造成的吗？这件事哦，有观众说他想吃大红豆啊，大红豆又要发射一次哦？好吧，再这样一次吧。嗯、哦，你自己这一次是一个人一次。大炮在哪里啊？大炮在哪裡？你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平台的下面那条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这个。对啊，这还蛮好玩的，这可以多玩几次没关系。不要乱动，应该就很安全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那边你刚拿天国树枝那个地方，然后往回走，你应该会看到有个地方是往下的，往下走下来就会看到了。其实旁边不是有个水池吗？水池旁边那边应该会看到有一栋，有一个是往下的阶梯啊。哦，效率高高。他的隔壁，他的隔壁。隔壁。嗯？这里吗？那棵树。所以有人要发射过来了没？哦，不要打我！欸、为什么会有火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大迷路。哦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先到底在哪里？我先走出去。会摔死，会摔死！等一下。快摔死！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跑到地图外、啊？在这边。其实这个地方我不喜欢，是因为啊，这啊这边有传送到村庄，所以我还是不要乱。它有一条楼梯啊，有一个楼梯啊。不是从外面哦、喔，你先回到中间平台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门。一个很明显的门，比较大的门吗？哦哦哦，好，这里。哦，这个。我听到砰的声音吗？所以请问对面的三位是要发射过来的？我还没，我找不到路。哦哦哦哦哦！哦哦一次两个人。一次。你们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中心有个水池啊？欸、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水池，知道水池啊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个往地下一楼的路啊？师兄，你看得到我的火箭吗？你在哪里？大树方向有没有看到火箭之类的？火箭，你说会飞的那个？火焰弓箭啊，火焰弓箭。火箭哦。完了！你有找到那棵树吗？不是，我在关那个天气，因为那个雪太挡视线了。你要威勒可利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可他这边有一小块在下雨嘞、欸。你看大树方向有没有看到火箭？我看到了。哦哦，在这里。我看到远方有个EO医生过来了。这玩大炮了。啊，我传过去。你不要先过来，你先过来的话，等一下那个
你先去接近那个东西啊，它有可能爆开来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刚一瞬间变创造模式。那是因为刚刚 YB 弄那个升空的那个按钮的关系。哦，看到了。你们来了吗？爆的时候会给你切创造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来了，所以 YB 是 YB 是僵尸，脏笔 YB， 那你要看这边，这边会下雨，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，只是环境没有调好而已，调而已，地形问题。然后我直接把那个天气关了，是森林生态域，然后右边是 Taiga 生态域 ，Taiga， 下雪哦，这里好热闹，山顶也好热闹。山上的孩子，山上的孩子都没有穿裤子。大头，你们大家都知道吗？我是不是不该冲这么快？我以前跟我讲说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知道这件事情？不该知道。我还有什么东西？山上的孩子，山上的孩子，我有香香。我可以往二楼走，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他下面没有没有牛排。哇、哦，冲太快了！我冲太快了！我的牛排快的。对面。天国树枝。冲太快！我真的冲太快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我下来。你真的快升天。这个金苹果了。哼，我剩两颗星。有好了，太快了吧！强，这看起来这个风。不是，因为我以为下面是水，然后我直接跳下来，结果下面竟然还有玻璃。你整个就是 surprise， 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哎，我被传送了，你被传过去了，然后碰到水，然后我就过。然后我们跟勇者 YB 说拜拜。我又拿到一根天国天岛神功，三个天国木之加三个天国神弦线可以换天岛。是往下的，是往下路。你们在下面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们在哪边？有在下面。这一层，这一层已经。你们有人拿到那个木之三只加那个神剑三？我现在有拿，手上有一头，我手头上有一只。我手头上有一只。那应该是只能够否一个人使用而已。对。有弓箭手要来使用的吗？知道你们跑哪里？还有乌头。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分开了。哎呀，我们应该蛮近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有没有人看到我吗？我在最下面。哦，他是你在最下面。最下面。不要让那个苦力怕爆炸，要不然那爆炸很麻烦。山上的孩子，山上的孩子。有没有人看到我吗？你在哪里？看到我吗？我跟外边两个都在下面。我没有看到你吗？还在攻略楼上的东西。对，下来真是太快。下面好多苦力怕，这看起来超可怕的。冲啊！我是从这个洞掉下来的。我刚才从那个洞掉下来的。我刚才从上面直接跳下来啊，然后就到那个到这里的。这两个皇帝式的附魔书，很棒很棒。效率二分。有没有看到一只弓在飞？一没有，我们在室内，我们看不。我们在室内啊，我在室内啊。我们还在楼上的旁边。你们两个也跳过太多东西吧？不是，因为我是直接跳下来，我是直接跳下去了。好，那你们就慢慢等吧。我不小心就跳下来了。我刚看到一只刺猬掉下来，然后苦力怕炸一下就跟。这么说你很勇哦啊！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其实蛮讨人厌的，这水上面有东西吗？下去吗？不知道。不是，是这个东西有东西在，我印象中。我看到你们的名字了。你是说有好东西？算是吧。有好看的吗？什么好看的？看到上面，可是我的方块。有箱子啦。我要当一下鲑鱼，我要逆流上，我去找你们。有苦力怕、啊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，不行，一定要。哦。上不去吗？不是，这种热烈欢迎真的是不用。有我上来了，有我上来了，有东西吗？哇！
啊，有下降，下降，有，但是现在我没有死掉了，我活着、欸，可是我下来了。等一下，不要。哎、欸，那边为什么有地狱门的、啊？那地狱门是什么意思？结果我看到外地，我上来了。有箱子，有什么好东西？开悟仙，药水。那个这边再下去就只是换那个弓而已啦，都没有特别的。我顺流而下有天国的线诶。那个要拿，要集齐三个木棍加三个线才能穿一把弓。三棍三线，你们都拿到了吗？我下去。三棍三线是。No.这边再下去就是换那个弓了。射下去。然后我以为我要死。哎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这里这么小？老若你在这里。不是我被射下，我刚刚最上面的那个。哎、no! 欸，下面有箱子哎、欸。有箱子。啊。一些网购还是高处跌落，那你要不要、啊？那你又被打下来，而且我回到那个最开始那边了啦。重生点被占领了。对啊，谁可以把我 TP 回去？我重生点被占领了。努力一下嘛。我要直接按重新开始了，只让地图大家一起重新来过。那我還去让你找冤家。今天好像听到很多人惨叫，啊不对，我自己也惨叫。你自己惨叫还不是因为你那个不跑酷，然后直接跌上来，然后就那个没有那个没有。哎、欸，洛林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往上游。嗯，游吗？你要上来？洛林上来。逆流而上。洛林鱼，洛林。嗯。我先帮你们把旁边这些麻烦的东西处理掉。是啊，他们在楼下，我要怎么下去？为什么又遇到一个发射点呢、啊？可能不是。我刚刚是在上面的右边拿完，我想说左边有没有。我的。我大家现在超四散的。我去。我现在在楼下。我去上面看看。我要怎么走？怎么？应该是水流。大家还是要走水道啊！楼下就只是……哦，你们现在还在最下面的流道哎、欸，我在你们头上那一区。上来了。红豆还有谁在同一？那边有箱子哎、欸。红豆跟我是在那个上面这个蓝色玻璃头上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也在这边。你们要？这里有箱子，我要拿。哎、欸，有飞鸟、喔。有飞鸟？什么叫有飞鸟？我已经变刺猬了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这怎么他不攻击我？哈哈，要死！谁呀？我这边火焰原子拿一点。啊，我拿不动，我要先清掉我身上其他东西。然后有人看到我吗？嘿。只是想像玫瑰。哎、欸，你在这里。我把路挖上来了。哦，你挖上来了。看路线，把路挖上来了。最上面好可疑哦。你最近把路挖上来了。Hello。你们有要换弓吗？有谁要用弓啊？谁要用弓啊？谁要用弓？谁要用弓？可以看一下。你要用弓读书。谁设陷阱？为什么你们？哎、欸，我不是哎、欸。哎，我看到你们全部下去。孔明的陷阱。孔明的陷阱。我可以开始生存了，我没死。啊！这地狱门是我开始陷阱出来了。杰森。最可以。对不起。你怎么可以？是我。误开太大了。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刚才掉的给我的那把稿子效率最快。所以是这个吗？穿一下，谢谢。穿、啊。我们先在那个地方等你好了。我在最那个大地复苏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呢。你们可以直接 TPL 哦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迷路了。不知道我们在哪。我不知。你就往前走吧。
我跟你道歉，我跪下。道歉时脱下装备是尝试。天道神功。我身上没有足够的空间，雪球太多了。杰森，那因为你是弓箭手，那我给你木枝好了。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勇敢。这样我有木枝跟线各一个。那各三个。那都给杰森好了。杰森比较常用到弓箭的部分。所以我到底该往哪里走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线一根木枝。黄豆是谁、啊？黄豆没有摔死。我没有摔死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跑哪里去啊。你回去那个传送门那个地方，你不是应该会那个吗？你不是应该会有个点可以直接传回来吗？那我现在被传送回来了。给他什么东西啊？那你又给他不是那些东西，你要给他木棍还有那个，对，这个东西才是要给我的。哦，两个木枝，两个线，还差可以，对，是上面还有箱子没开，代表还有。我身上没了，对，还要上去找箱子，还是要上去的。啊，箱子好麻烦呢、欸。要把三个找完。哎呦，我们不能够直接从上去吗？就没有更简单的路线。可是我很怕这边有什么烈焰神把我的那个。不是，主要是我们的速度其实还挺快的，我有点担心摔死。现在杰森就是因为走太快，不要用铲子、啊，就直接拿那个，就直接用手直接挖掉就好了、啊。所以上面水道的箱子全部都开完了吗？哦，我有看过了，没意外，我是应该是都有拿到。没意外啊，就是非水道的地方哦。对，应该是其他区域。我刚是已经走到那个水。是这边吗？我们走的是这边是对的吗？啊，那再走走看吧。哦、啊，这边是这边不错。所以红豆是山上的孩子吗？这里是暗的、欸。山上的野孩子。这里是暗的、欸，没有人来过。下个大炮，我那个对，那是下一个大炮。不要碰！不要碰你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好久。我在这边做个明显一点的那个标记。No！ 没有的。我看到小僵尸吐出了一颗小马铃薯。啊？他的战利品啊。然后一二三。拜拜。你被扎去了是不是？好惨。你这是在水道区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刚刚跑到这里吧，左边吧。然后就跑到楼上。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一堆僵尸，就是我。我刚刚看到尤伊了。一堆僵尸就是你。觉得是长得像僵尸，还是你是僵尸？都没有好吗？你把那个鱿鱼给拿掉好吧，拿掉，要不然的话，这里我看完啊，这边我要不然我们这边的云就要被打散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听到鱿鱼的声音，所以我想要打他。啊！那死掉。你好多用不到的东西。上火！哦差点就跟着下去了，幸好那边有水，可以游上来。啊，鱿鱼消掉了，还没有弄完呢。就是，我只是为了，我只是抢方便。我是抢方便，你我在那边挖东西，你在那边捣乱。当然啊。好，所以我还是按一个 Q 指令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每次来这边都被雪球塞满我的身，好吧？塞满你的粑粑，塞满，被雪球白白的东西塞满了外壁的身体。What？ 哈 ？What？ 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不要在意，不要在意。令人意料之外的发言。不要在意。不是意料之外啊，红豆，好吧？好。
你们这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？哎、欸，那为什么刚刚有个大炮？没事没事，那是下排的大炮，那是下排的，那是要去另外一个区域的。哦，好，那就不是。我的叫声有很多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你自己不自知。没有，反正水就让它爆，不用打它。这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找到信箱的箱子。你不是看它爆，你看它新爆。嗯？汽油站。什么新爆汽油展？新爆汽油展，你要杀的汽油吗？七八四六三。哎，找不到，那干脆先到另外一个区域好了。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，因为其实不排除有被轰掉的可能性呢、啊。我是说真的，还是另外一区有可能。我们刚这边的顶有人有去过吗？顶吗？有人去最顶的地方，然后去看上面是 O A 呢？爬上去，上面是黑的吗？就自己爬上去了。黑的。哦哦。可是因为这边没有办法插火把、啊，它都是楼梯，那个方块。你变方块吧，要不要直接变方块比较快？变方块。方块，方块。方块。方块是其他的东西吧？嗯，哇吼！哎呦，我上来了，上面什么鸟都没有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，很赞，好，谢谢谢谢红豆的牺牲，我们怀念他。其实什么都没有，下面的箱子也开过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只好先往下一个区域，说不定也有几率，可能是在更其他地方才会找到，不排除了。在另外一个岛上，然后看上去。不过上面的这个区域的怪其实也不少，就是，可是这应该只是自然产的怪而已。可能那个铁质靴子，金银二红豆。不止个性的条件，没有特别的东西。这边的应该只是单纯的就是自然产的怪而已啊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。那就直接下去吧，反正我们现在没有其他事。嗯。直接往下走吧。因为以刚刚的爆破程度，我真的很难不怀疑说有东西已经被轰掉了。不排除了，一道吗？我们要走下面这一层之后的，有一个地方贴粘土，这边那边有个大炮，先去那边吧。我在逆流而上，你在逆流而上，我在试图当鲑鱼，红豆是鲑鱼。啊，我把那边那个东西先啊，算了，到时候还是有还有得拿的。下水又有东西可以拿的，没差了。你飞鱼安知鱼之乐？我要先去蹦，我要先去变变了。你确定这样子没有问题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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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喷的比较远？对，为什么你喷的比较远？因为你被杰森从后面推了一把，你说二段式，二段式推进啊，这边自己要注意，这边真的要自己注意了，这边会滑哦，自己注意。哇！他只要没有。就、是那个，他说彩虹小马的那个，没有，都是马里奥彩虹赛道。这是马里奥，我以为你有东西，你想要拿吗？我想要垫过去，我没有方块，我想要把身份证穿。你没有，是会不会在那个里面啊？有几率。你是红豆，不要射我，走开，我会掉下去。我们射你又不会把你推掉，这是骷髅在射你好不好？强力。是多少 VII 七强力七的弓，然后八个牛排，32个浅蓝色玻璃，一瓶立即治疗药水，32支箭，看有没有。就是那一把弓，弓吗？啊，我们这个要脱兔精华，有人有吗？
脱兔精华，我们要用脱兔精华进行。我、哦、没有，我现在正好没带。那就没有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Okay, 可是 YB 嘞 ，YB 掉下去了，太远了，我死了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来了。哎呦，要丢药水了、哦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喂、欸，然后星界金华也来了。我懂吗？家。我们的跳又提升五分钟够。你们药水丢了、哦。对。对啊。没关系，你这边用电的应该蛮快的。他来了。你应该 OK。他只有个别的地方是那个样子而已。哇呼！一不注意就会死掉哦。哇呼！这个就是马里奥的那个。哇呼！一堆骷髅头。Hello。走哪边呢、啊？哎呦，岔路哎、欸！哇呼！还有很多东西，刚才有个从我面前掉下去，下面有东西，我下去看看。啊，不知道岔路是不是有东西？也不是有，就是我觉得这只是单纯岔路。这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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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那个也是唱完。哇！不知道哎。哇哇哇哇！我觉得彩虹猫。保险起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在那？要跳过去吗？哦，那就下去吧。到超车。我也不知道走哪里。帮、啊、我 take cover 一下，我来垫。我好像被射了。哎、欸，我前面都没死，结果来这边已经摔三次。啊！爆他！有什么好看的吗？铁质护腿、防爆五耐久二，然后中介珍珠、冰砖、牛排。啊，对哦，这边应该用的是应该要带的是中介珍珠，他没有解，他没有血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哦，讨厌骷髅，讨厌的骷髅。我的攻击是很弱的那种，哎，没有用。还好他不会击退。爬好麻烦了，没办法，就这个样子。很像那腹泻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很多夜视药水，超多的。然后感觉是可以跳下去的。好吧，等，稍微等一下。我在努力的爬，聚集聚集，来，我夜视药水。来，有夜药水。哇！哇！超好的夜药水！你家真的没？我还 B 又叠了一次。不要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哦，下面啊，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。耶耶耶！自己注意啊，这边接下来很麻烦。哦，他们会烧死。对，那个。考完 B 可以自杀了，我帮你设立好分数。哎、欸，不是这种下雨的情况下，我在努力的。有下雨的话，那其实苦那个他们正好那个什么烈焰神就，哦有，引雷了，引雷了，奥亚苦力帕，打雷了，打雷了。引雷针，红豆针的特性要什么？风波的特性要出现的吗？我不是引雷针好吗？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这边有那个，这边有那个，有住所，冲进去。啊，好的。报告各位观众，我被雷劈到了，太棒了！要变高压回力炮了吗？哎、欸，直接把门口封起来，直接把门口封起来。这边有个小香香，小香香，很香吗、啊？哦，不香，很香的那种，就蛮普通的，普通、嗯，普通的箱子。哎呀，苦力炮，哎呀，苦力炮。下冲哦！怎么还会打一个？哦。哦，苦力炮、啊，那苦力炮会凭空升诶、欸。哦，你们下去了是不是？高压苦力炮升快的时候，我要跳掉。我以为大家都还在，大家还在努力，真想说。这什么可怕？大家都在努力哦。哦，中间是那个吧？我直接过去了。挖掉它。我帮你们打。你打，我要过去哦。还、啊、赶来不及。哦，羊毛。
赞啦！什么？啊，所以嘞，啊，所以接下来嘞，应该是这一章结束了吧？不是啊，我们要离开这里啊！我们有拿到羊毛，上面有箱子，上面有箱子，上面有箱子。不是啊，你那边跟我卡在一起，你这样子我怎么？我还在爬，我还在爬，我在努力。用电的吧，上面。啊，我的方块快没了。我的方块也不够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掉下来了。没有那么多电的上去。你们的羊毛垫上去吗？你们中间可以刚好垫上去。你们不是不是方块够吗？方块够不够？应该是够了。我应该够了。我来。我就是跟着火把走，可以找到你。我去找歪走师叔。天空物资，然后配方夺命蓝护甲，然后还有风力附魔术。可是我身上是满的。蜂蜜？那你上去干什么？那你就把你那就把不要的东西丢掉啊。插一根线啊。插一根线。对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应该还有一个线。他跟我讲说身上满了，你身上一定有不要的东西啊！哎呦！随机打雷。我觉得这个回合会更快。哇！外面还有东西吗？所以你拿完了吗？拿完了。哦，师兄，我看到你了，在房子这边。对。听上去像是坏掉的声音。我回来了。哇，这样很危险。这个给你。哦，所以要上去是不是？强力。不确定，但是我就。我没有拿到那个吗？大地回复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！那大地回复有可能在。大地回复有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。他会不定时随机生成一个苦力帕在你旁边。这个水。差点出事。还会打雷，超狠。是了，阿贝。不是了，阿贝。出事了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拿水？有没有其他路啊？我在室内，雷也劈得到我，真的假的啦？甲骨啦。甲骨啦！还有其他的路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。可不可以威廉可利尔啊？这个太那个了。这是别人射出来的机关，然后你们讲说他不公平。那先把他们给敲掉。他们互相炸的。太好笑了。这边应该会有大地回复吧。理论。怎么有漏掉？你还说那个彩虹的地方其实有一岔路啊。我这边有个箱子，可是他在营帐里面有没有？彩虹那边有岔路没错。有人有可能帮我一下吗？这里有岩箱，没有一个箱子。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啊，我在箱子上了。好，你这有个啊，有个大大的这个，先把水母射死。不是啊，这个只是风力而已啊。还有金苹果跟牛排。啊，什么鬼啊？谁在那边？谁在那边射我？天哪！还有鱿鱼在那边。哇，一定是骷髅头啊！好啊，在水里面。哇，超没品的，集中我这边狂射哎！话说我们头上的这个岛啊，能够上去吗？我不晓得，通常他不会弄那么高、啊，他不至于用到那么高的程度那边弄我。我刚连劈两次哎，我被连劈两次，被连劈两次这是没问题哦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开始往回走，往回走吗？要返回村庄啊！结果我真的返回村庄了。返回村庄。啊，这样有可能东西真的在那里。我们要先拿一下
中间箱先拿出来，我要拿出那个中介城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有个往上走路啊？这是啊，灯塔吗？我不晓得是不是灯塔，很类似的东西吧。什麼没有空的，已经有人拿过了，有人拿过这里的东西了。把个地方放中介箱，防卫村庄。那我要去哪里？对啊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你那什么？你要怎么上去？哦，这里。你要怎么回去吗？哦，我要用原始的方法。原始哦，你要用原始的方法。我看到了，那我再垫过去。好玩了，哇哦哦哦哦，还在打雷哦！天哪，我觉得若琳这个方法可以，啊、这边目前没有怪物过。那你，我赌，把路赌一下。好，帮我、哦、一直打雷，打雷打到爽。所以我还是得过去再找那个吗？没有，我想说就因为大地你有没有多的方块？大地回复还是没有着落的机会。我是有木头啊，但我不想浪费木跟一些东西。木头浪费没关系啊，我们有植树场啊。为什么你被斩走了？哎、欸，我没死。啊？在干嘛？怎么一直在打雷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杰森，你可以颠过去。不是你还在上面吗？我到还在上面，好，我们任务还没完成，所以他才一直打雷。等所以我们那个水道之前一开始那个水道部分确定都是哪碗的，很难确认欸、哦、太大了。对，所以如果说左边那一侧就有一侧那个水道，我有跑了。天啊，跑的是跑来了，那边不是，心脏要停。对，是走。我不知道、欸，就是那个、啊、刚才彩虹路有一个岔路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前面有啊，那个彩虹桥。我知道前面有个地方。彩虹桥。哇，你干！干嘛？你又摔下去了是不是？彩虹的岔路。啊，没事，我没死哎、欸，我掉到水里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掉到一个应该是生存的地方。下面是不是有一条路可以传上来？啊！我再来走一次彩虹。我可以开始生存了。啊！我要去走彩虹桥了。那是马里奥赛车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跳药水了啊！可是我现在怎么去彩虹桥、啊？走啊，走过去啊。哪里啊？走向哪里？对啊，这边有一条岔路。迷路了，我在村庄，我迷路，我要怎么去彩虹桥？你看，我用电的。电用电的，快点！我在把你清一库，你快点。等一下，我很害怕，他刚给我把他，哎、欸，我看悟性在楼下，哎嗨。慢慢走上去。该往哪里走啊？在村庄。啊。就努力一下。对啊，这边这一条，这边这一条。不要，你自己稍微认一下路嘛。我不认得路。那边不至于到，认不清吧？我是路痴，不管在现实还在游戏都是。努力一下。不想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扑到就好了。哦，惊吓度，以防万一，好，这里。这边拿到的只有单纯的、好痛，就是吃的跟攻击的武器而已。他不让人回去、欸，还是不要扑啊？我们直接冲。你有药水吗？我只有夜视，然后移动加速跟挖掘加速，还有力量。啊，随便丢一个。哇，我的正上方好像有人在打怪，因为我知道经验。我跑看看，然后我死了，至少还可以 TP。哦，好，他会把路给炸毁。对啊。又来，我到底该往哪里走？这边过，你应该会找一个地方往下走。上来。如果你还在村庄的话，那你就再往下走。有箱子，有箱子，有箱子，有箱子。哎、欸，大地回复在这里。
啊，找到，很棒。好，我跟吴昕都在重生。等一下，大家不要留我一个。你们都要回。还有，可是不是还有一根线吗？还是树枝？哦，缺一个线。对啊。不是，不确定。我记得有缺啊，缺那个。Oh my god！真没东西，我现在还在之前那个水路的那帮四处跑。走开！好像没了呢，好像没了呢。哇 ！YV 喊的，YV 你喊的好像那个假面骑士里面那个状态，也是来做素材用的吧？那个师兄。Oh my god！ Hello， 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干什么。我刚才掉下去没死，所以我在下面玩。哇，这里好害怕！地方是怎样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我找到大炮了！冰冰钢枪。我的剑不见了！我要摔死了！我这边2到3个的那个箱子我都看过了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！还有更下面，那个没意思了。哎，还有更下面的路哎、欸，啊，可是更下面的路也摧毁的太严重了吧？死掉了。嗯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大家都我没有拿到东西啊，所以没关系。有木之后的线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找到哎、欸，因为我刚刚看过了，岔路那边没东西，就只有在地火线，没有那个线。有开了。是我不知道那线在哪里。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有办法回去吗？还是要死？你要回去哪里？其实你那个线借我一下，这边也没有。如果你要回彩虹，你现在线剩几个？可以传。线各两个，这样，然后木枝也各两个。哎、欸，对，木枝三个吧，刚好多拿到一个。哦，你这样只能够做那个什么天、哦、不是我天国钓竿而已、欸，你这样不能做天国的弓哎、欸。不是我有人有拿到吗？我还是没有看到哎、欸，因为你们这边其实收的蛮彻底的，只是这边炸毁的太严重了。Oh my god！ 妈的 ，fuck！ 人去飞大炮吗？我都去飞大炮了，是不是？欸、我也成为回到出生点的一员了。你看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。死过一轮，大家都死过了。我已经死了26次了，能不能去飞个大炮？怕屁啊！还不是也让 Q 指令造出来的。我汗水没喷到，结果我在这边死了5次，我前面都没死，在这边死了5次，一次补好补齐。那我要按那个播放过场动画了。哈？为什么？没事啊。哦。怎么突然的播音？我按的。不是点？那现在要去哪里呢？如果没有要找那个最后一个东西了，那其实。我们已经拿完了嘛，那其实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已经拿到大地回复了嘛？这罐有羊毛吗？有，我刚已经拿到了，全部都在我身上。哦，所以红豆这是什么都没拿到。那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拿到那把弓而已。对，我们就是没拿到那把弓，很可惜而已。因为这边被炸毁的那个地方太多，我真的没办法确定是不是什么东西是被炸毁的，我真的不能够肯定。幽灵水母，这边已经被炸毁的太夸张了，真的没办法确定。我没有神色，还有个几率啊，嘿，有几率会不会塞在熔炉里面？嘿，蓝色小羊，有恶劣一点的话会这样子，恶劣一点的会这样子，可是我不保证。可以传回去了吗？东西，你们的熔炉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海兽就直接请一个棍子出来。你们的多直接那个嘛，使用伟大的黑魔法、啊，使出。你知道我现在身上有粒子效果的情况下，我在检查东西，我会一直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突然在盯着我，很困惑。因为感觉上有什么东西在偷看我，偷看。但做真的没有话，那就只能够靠那个了，就只能够靠
我们来种树好了。只要用只要使用覆盖的魔法卡，你也建议只要使出那个贞子，可以靠霸权来那个下去，想办法破关就是吓我一跳。杰森，你不要再讲，知道收到什么吗？我想去靠 bug 试试看，然后开个 bug 不知道。你在做什么邪恶的事情？你在做什么邪恶？没有，我想去试试看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在看他们。光破，我传你一下哦。哎，我已经在。你在哪里？我已经在那个教那个要准备做那个天国的。天国的弓箭这边呢？我可以拿这只羊当成那个附魔钻石第一个实验对象吗？你说哎。哎，龙道那边也是古力化，你要牺牲召唤的人，给你，古力化比较好玩，不会死啊，骗我，好废哦，你要不要补一下啊？这地板烂掉哎、欸，它、啊、只是燃烧的钻石，那烧完只剩下碳而已。哦哎，哦哎，哦。嗯，所以你们要用特殊的方式复制那个东西吗？我把钻石放了。我想去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用麦克复制出来。你妈，现在麦克还有什么 bug 可以是复制东西出来的吗？倒是没有，因为我去旁边丢。那这么搞干嘛？直接叫创造复制就好了。对吧。你现在缺什么？天使。一不小心就进去，然后又跑出来。你缺杆杆吗？我还缺一根天果的树枝。有啊，我有一只，我丢给杰森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缺线还是缺树枝？我身上有两根木枝，一根线。那都不够、啊，还缺两根线跟一个树枝。反正都先叫出三根出来，都先叫出三根好了。我需要有东西来让我复制，不然杰森你就 TP 过来。杰森的东西在我这。哦，不然你要不要直接 TP 过来？我们已经在这个交易处了。你直接 TP 所有人到你那边就好了，因为这边现在出生的有三个人。哦。丢进去哦！哦吼！哦！啊，有了！呀，那这样是人人有奖吗？人人有奖，要每个人都一只。那弓箭手都能拿一只，弓箭手，谁是弓箭手？嗯？我是弓箭手，我是啊，都是弓箭手，我是啊。那，哎，所以是两个人是弓箭手，三个吧。三洛林不是吗？洛林是吧？我是比较常用啊。好，那就给三把好了，给那个三个的量，看看他的数值到底是什麼。给攻破这次给你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为什么我突然拿到天岛神功？为什么？哦，是我丢的。他是怎样？他是啊，数值啊，你直接那个，你直接那个截图。Level 20，击退三，火焰三，无限一，耐久六。纵使之被精准的引往至死之地，无法破坏的，看起来很棒哎。它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传秘密传奇物品嘛。太多东西，一次丢太多。好，这样之后，我把我的弓升级成无限弓好了，到现在还是只用普通的弓而已。这把先放在箱子里面，给大家观摩一下。天岛神弓。我们其实可以一个人拿一把、欸，真的，以他那个可以复制的数量来讲的话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每个人都手上拿这一把吗？还是他只能做一把？我拿吗？还是理论上应该是，可是有一把在物品箱里面。我拿的哟。感谢。他不会坏掉，我们过去后面看一下。嗯。取回物品，所以 YB 有取回到物品吗？
这里啊，我一个一个丢。所以风暴换无限攻吗？我自己本身应该是有一把无限攻了，所以应该是还好，因为我前面一直 OK 吧。有可能他这个东西就是限制，就是你只能够做一把，做一把出来。太多母只了，然后他就做不出来了。养在史诗般的音乐下吃草。哦，这个就是第一集的时候讲的东西啊，因为你一直按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按那个音乐，对啊，我狂按。我觉得坏掉了、欸。啊，只能放一把的样子。可能直接去他后面看，说不定他后面根本只有放一把。啊，大概只能放一把吧。那时候，哎、啊欸啊，那一把在谁手上？我给你，还是我放？直接就放兜里。你要给你用，给你。放兜里吗？好了，我就可以先回去。我要回去拿我的海灵晶石换其他的。看一下。OK， 那个海灵晶石是打什么东西掉出来的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红刀一直射我，然后我反转把他的剑拍回去。啊，刚才我跟悟星在打一只很像小 boss 的骷髅。小骷髅头。嗯。哎，小小 boss。小小 boss。现在要准备回去了，没错，回去。就直接那个、啊、搭回去吧。哎、欸哦，我们这边是下层哦，要往上走。这里是要怎么回去啊？船到村庄。就到船回去村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可以，这边有一个路可以知道。为什么村庄会爆炸？出什么村吗？村庄那附近是神怪吗？应该不至于吧。走，往哪边走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应该有个地方。到入口。入口，大炮过来的水道，这里，这里，嘿，哦，还是下次再换海灵晶体好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边怎么回去啊？没忘记，真的会怪。这边有回去的那个按钮吗？有啊，门口那边就是我们刚才大炮射过来的地方。放太按钮有刚刚被人打掉了。哦，我打掉了。为什么要打掉？来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每一个人过来就给他按一下，我们就回去大家重新发射一次。哦，不来了。嗯，啊，从我家。康康。要啊。我下班了，拜。哎，妹妹。啊，按错！哎呦！耶！哇，突然变亮了，好开心！好，先回。你要先放什么东西吗？还是先放纪念碑？先都可啊。整装身上好多东西啊！对哦，我那个我先把原石。等一下，不是、啊，我先把这给你啊。你不知道丢光原子有22个的，应该是可以去换那个药水山。药水山呐、啊、，no， 有小鸡的尸体。小鸡的尸体怎么、啊？哦，我上越来越多肉色。别死羊毛，所以我们剩一关。到底放哪里啊？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不是黑色羊毛在这里吗？我、哦、放的不是黑色羊毛。抱歉。我们剩一关就是黑色羊毛。游戏模式已更新。哎呦，好像可以跟刚刚那只一样高哦。哦，没有，比较高。嗯。好、啊，目前第一高出现了。我在哪里？啊，他们在放那个纪念碑。对。拿去干草牧场的话，应该全部人都会被传走。那就一次去一去啊，反正没关系啊。没事啊，去啊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那个中介箱拿回来。
我敲一下。回收。开修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以按了，你可以按了。哎，大家要去甘草牧场吗？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是的，船长。看小声哦。阿辉，阿辉，阿辉，最后面的声音不太对。啊？我想我换了武器比较好。哇，这个武器感觉不得了。阿辉，不得了，宇宙之剑。可是我的马还在换宇宙长弓，还在山顶呢、欸。这样子我是要怎么领回来啊？领不回来吧？我可以再养一只新的马，再带一只上去啊。宇宙长弓，哇、哦！马邦德已经烧死了。宇宙之剑，你的马已经死了。宇宙学者，超惨。白天，刚刚、哦，刚刚那一仓，哎，错赛，那只马就这样没有了。宇宙之剑，好吧。宇宙之剑。哼哼，哎哎哎，有怪有怪，哎哎哎哎，他好像咬村民。狗汤，我把这边封起来好了。我换一个宇宙成功好了。你说宇宙正成功？我看到那边的状况，我们的马应该是凶多吉少了，应该是不用，应该是不用救。你飞过去是不是？直接养新的就好了。哎，跑过来了。强力点一把，他没有那个。做你那一把比怎么样？嗯，比他好。啊、你那边？对啊，一个是强力20，一个是强力10。他的那个效果。然后我带了一些朋友回来玩。哎，刚刚怎么拿到海灵晶体的、啊？打、啊、小 boss 做什么？打小 boss。各位注意，有马跳加了。啊？有马跳加，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再获得其他的。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这一部分才对。哇，这把剑不会坏、欸，很棒啊！那就在旗子啦。没有，有马儿跳家了。这一棵树。有马，你是说敌方的那个吗？不是那个有马。好，换一把宇宙长弓好了。应该是不用换那把宇宙长弓。宇宙正成功。一剑一个。啊，师兄这一把就可以转交给你了。我已经换宇宙长弓了，还有人有多的海灵晶。虽然不是宇宙长弓，但他还是我自己也有一把宇宙长弓。Oh. 哦，我的守护者比这个宇宙胸甲还要强哎、欸。我要海灵晶体，我要乞讨。我只有一个而已。那我唯一的一定比较强吧？理论上啊，当然是有。只有一个而已，我没有的啦，我已经换完的啦。我乞讨。乞讨，你的乞讨大概是没有什么屁用。我们先黄豆的乞讨，我们先回去放那些护甲吧。啊！太强了！我还是打算射地上而已，结果红豆往前走就中了。红豆的马又没有了。红豆的马已经要到三四了。我加他三四。我本来只是打算射他前面那一个，结果因为红豆往前走，他就去红豆的马很高啊。也是你后面，哦，红豆的马，再不小心一次就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去。哦，要小心啊！希望有更多海灵晶体。希望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去那个放那些配方之类的东西。回去的话是，这个回地狱是这个吗？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吧。OK， 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有在用什么东西吗？我在修我的装备。看看看，直接掉出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回来也能修。哎，那怎么用？他要升级。啊，不是，我按错了啊。哎，大错乱。我们要去哪里？先配方吧，先配方，配方先弄。配方好啊，狼的嘛，我刚拿的是夺命狼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是我们有速度有生命，现在是这个攻击的夺命。你们到底在发出什么奇怪声音呢？今天奇怪的声音特别多哎。夺命狼配方， yeah, 看看有夺命是。
哎，九 X 是攻击力的部分，攻击伤害。对，它主要是攻击力的部分。保护五哦，所以它这个就是加攻击伤害的。对啊，夺命的一直都是那个狼的系列，就是加攻击啊。那熊的话是加血量，猫的话则是猫的话一直都是那个加速度啊。会抗性啊，它都会它。最后面的系列其实都还不错啊，就看你要哪一种。其实这边愿意给这么多系不同特性的，我觉得是已经蛮用心的。好的，我要去啊，换一双鞋子。你要换鞋子？你的靴子？我换你的靴子。靴子里有蛇。我们有足够多的那个原子吗？我们可以顺便把那个这个非常脏啊，药水可以。那个阳光原子刚有22个，应该够。可是我应该回去拿，因为我刚刚好像没有在基地那边先，我好像全部都放我基地了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刚无心的丢完，教我的丢完，好像有三十。我现在身上大概只有五那个。你是要换什么药水吗？药水配方啊，三阶啊。全对啊，药水要各30。应该够了，我看看家里好像有，我要回去拿基地。对，要回去哪里？我们还有谁在用什么东西吗？我在买装备。没错啊，还在买装备吗？我在逛大街。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放吗？现在就是三阶药水跟大地回复有拿回来嘛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还可以放个大地回复。不要先过去吗？要放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大地回复，最后一个大地回复，最后一个了，对，这是最后一个啊！你看，全部都亮起来了，很棒吧？全部亮起来有什么 bonus 奖励吗？有啊，红豆会死100次。啊！我的妈！然后我们可以把红豆晒给我，听起来很棒。来，红豆会瞬间变成死100次。我连你个公主概率情况哎，红豆死掉很棒。武昌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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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要看谷仓盖起来了吗？直接变那个神木已经重获新生。哇哦！突然长大，突然长大。世界树之鸟尼拉守护者，谁拿走了？不要都拿走了，我们先看就不好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放进去。那先放这边。我放中间。我要放中间。高历史。最高的枝芽上。掠夺全部都是 X 啊。这应该无法被破。你要拿？看谁一开始都是当那个近战的、啊。我是从头到尾都近战的，可是红豆。我就打血量流的玩家，我需要这种东西。他一把有比宇宙之剑强吗？我们可以拿有。你们放进去，你们放进去比较，你们放进去比较。宇宙是风力7而已啊，这个是风力10。加成啊，那个加20%的那个。宇宙只有风力7，比较。更强一点，强好多。加上红豆要在前面躺呢、欸，我到前面红豆，你把你那颗钻石给我吧。钻石在我手上，在我身上。哦，你要当近战小天使？没有，我想打打看。可是那钻石竟然一点屁用都没有。不能打友军吗？没办法、啊。好可惜哦。只能拿来烧洞。哇、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云之火现在就不够看的啊！我现在拿，可是我也没有更强的东西了。好了，这样可以用钻石把人家拍飞。我刚才拿那个钻石对苦力怕实验过了，结果苦力怕爆炸了。他说他的伤害能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。苦力怕是兴奋到爆炸，哇，被钻石打哎，好棒哦！爆炸，用钻石扇他脸，真智慧。这样子，红豆拿那一把的话，他要那个，他负责在前面攻击呢。反正我也不想插火把，我可以直接这样子打。那你什么都不想做嘛？那你拿 TNT 干什么？拿出来。TNT 拿来炸队友啦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的 TNT 应该拿出来。跑出来的吗？应该是让你去养自己的马吧。所以是拿 TK 用的、啊。不知道，我现在很32个钻石。我现在很困惑，到底是要把那把剑给红豆呢，还是不要？我觉得要收起来，有好东西耶！我不能 TK 一些，这个啊，这把 TNT 是可 TNT 是可以 TK 的东西啊。这把问题是你只想要拿 TNT 来去 TK 队友，你不是来帮队友的。那
个风破来。刚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？我刚看到一袋经验瓶瞬间砸出来的画面。都是。啊！我要连点了，腿比较快。这不都原子啊？这是全部都原子啊。没有说那把弓。哦，弓吗？没有换到。哦，对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换弓过。我武器只有了。我拿武器，我云之火一直都是拿这一把，在前面砍。我从来一直拿这把云之火在那边砍。没有。换云宙之剑。拿钻石吧。哦，拿钻石了。哦，谷仓连着那个耶，赛马场。所以我们可以把马放进谷仓里面。哦。可是我比较喜欢我们刚刚那一边的那个马，它全部都是满的。哎呀。对呀。可是那些马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。不知道哎，我刚本来想跑过去，可是哦，撑到一半。哎，我发现从头到尾好康的都被红豆拿走了。哪有啊？你确定没有吗？所有珍稀物品都先让你拿过。世界树，不行。等一下，这个天气怎么样？为什么天对啊？为什么突然下暴雨？老天在哭啊！啊，他给树浇水。一开始那什么钓竿你也拿了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金苹果你也拿了，是、欸。然后那个，然后消防服我要穿的时候你也要了，然后现在你要守护者，我想说我要在前面打的，然后你也要了，可是我不觉得你会往前打。可以了。这月之的歌就是打蜘蛛用嘛。那这个我们就看最后面的时候，红豆有没有在前面打。我都要抽第一个，躺伤害。那个应该可以一刀一个吧？要冲第一个。对啊，他要冲第一个。我们要在后面等三十秒之后，我们才会出发。我们要等三十秒才会出发。用弓箭射就好。那个我要让他冲第一个，然后我们要帮他。我们要在后面等大概三十秒之后再出发。前面都是红豆在躺。我等到那个。快长血的时候，我们就上去救了。呀，那我的弓箭就可以收起来了。你的弓箭要收起来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没有东西了吧？目前应该是没有了吧？没了。后面就是后面的关卡。后面应该就只剩，因为后面只剩最终战了吧？就只剩最后的，应该是往那边冲过去之后的副本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下一条路的线索吗？好像没有太大记忆。欸、我们刚有看到什么下一条路的线索吗？没有。他叫我们去山上啊，我们在那座山好像是有到半路上，对不对？欸、你丢我，结果你连自己都中标。山顶上，我刚跑到山顶上之后，我就被 TP 了，我不晓得是被传送还是怎样啊。我才刚因为半山腰其实有个入口啦，但是那个半山只要你靠近，全部人就被 TP，、哦、所以可能是要回去山顶上。哦哦，有可能。那好吧，那下一次我们就先去山顶上。以后要再骑一次嘛？没关系，干嘛啊？就先这样子吧。有人要丢我钥匙，我只好跟着其中一个人。靠近我，走开。下一次就要开始 PK 了。没错。你好像变态。不是哦，有人要丢我钥匙，好像还要杀我。好我。哎呀！哎呀！你是不是爆炸了？我现在砰的一声哎、欸！可以把那个 PP 打开吗？啊，今天这样子啊 ！PP 的话要去伺服器端才能。要用火啊！你们要走开呀、啊！应该去捞岩浆就好了。捞岩浆。哦，对哦。拿出你的剑呐、啊！你的剑不是很威吗？月之泪。你知道那把剑叫做尼拉守护者，可是你一点也不像守护者，你比较像是纵火犯而已。纵火犯不是我哈，反正我也没有烧到你啊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，就先玩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拜。